我是大龙，今天我们就要下船了，然后要离开这个住了5天4夜的小屋，这个房间，然后这次回家的话，看房间里头还有个小礼物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有一个发现了一个这个游轮的巧克力，还挺好看的，准备他回家的时候带给我姑娘吧，估计她回家之后看到这个会特别的喜欢。之前给她拍的时候看了一下，老高兴了。到家之后，更是得喜欢了。然后现在收拾一下东西，一会儿就要去我们的集合点集合，就要下船。这个还有西瓜视频送给我们的香槟酒，也是没有喝，先放在这里。现在拿着行李准备集合去了，离开了这个住了5天4夜的小屋。十四三在这儿，咱们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们十四团在这儿集合。那你行一行。现在我们准备走了。热呀，一会儿下船的时候再刷一下这个房卡。拿出来啊！走起来，护照拿出来。对。现在我们下船汇合了。你们今天不管去玩去啊？玩还得说一个。今晚上好好吃点来着，先生。我还在船上吃了半天的面条。大雷，你唱歌的视频我还在留着。留经典的回忆啊。现在叫了一个车，领了一个预约号，不然的话车进不来这个港口。现在外面还比较热。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这个码头了，应该是啊。离开船了。离开船了。嗯。然后这次的游轮活动也算是结束了，然后主要是感谢大家这一前段时间的支持吧，然后才能有这一次的。旅行，感谢大家。